中国的珠算是古人创造智慧的结晶，是计算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合一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。大概从宋朝末后期开始啊，明清时代中国人基本上都是用算盘，比如变成神算子，人可以聪明起来，学珠心算的这个孩子无论是幼儿园啊小学啊，注意力很集中，而且呢这个学生发言很积极。珠心算的学习呢，孩子是在通过脑中的算珠图像来进行加减计算的计算方法。珠心算呢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计算方式，因为它在计算的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，只需要呢用脑中的算盘来完成就可以。365+259+152+361+857等于1272，正确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他们就是从这个行为学的角度，900个孩子与900个孩子对比，那么学了珠心算的这个孩900个孩子，到3年以后，这个平均的每一科的这个成绩要高于不学那个班的，大概是7分到8分，智商测试高出2个多点，快3个点。心算就是脑子里有一个小算盘一样，加1+2+3都可以。和同学们比竞赛数学题的时候，就会做得很快。准确率很高。他这个珠心算教育啊，可能对这个小孩的认识空间有影响。我们平常我们学东西，1+1=2，1+2=3，相当于往那个房里面摆东西，比如这个房子里面增加沙发、椅子、桌子、板凳。但是呢，认识空间的变化是什么呢？把房间做大了，可以放更多的东西。珠心算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什么非常快速简单的能够学会，其实呢就比如在孩子在学习计算1+1=2的时候，那我们当报出一的时候，脑中呢会呈现1颗算珠，再加一的时候呢就会有2颗算珠呈现，这也是呢在珠心算学习的过程中进行的形象心算。因为4到12岁的儿童他的形象思维是非常丰富的，全国呢学习珠心算的孩子也很多，其中呢这个像神墨教育集团呢规模比较大的，而且走向世界。When I first started Abacus, I moved beads like this, super slowly. Well, so when I was done doing my first session of Abacus, I noticed I was doing math a lot faster.And I got a lot more problems correct. 沈墨的老师就是有一种别人有不到的耐心。老师说做好我们就1、2。我们的孩子都希望他成长，我们希望孩子是在健康、快乐，是不是啊？幸福的环境之下能够优秀的成长。在珠算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珠心算，寻求扩展共性与彰显个性的结合。技能练习与心性培养的统一，不仅具有速度惊人的实用性，而且能够提高学习者的注意力和反应力，培养少年心智，开发全脑潜力。Come on, try different things.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, and it has a lot of histories.And Abacus is one of them. Why don't we try? 我觉得沈墨是一个老师有耐心，孩子开心，可以给孩子自由发挥空间的地方。我爱沈墨，我喜欢珠心算。I have been learning Abacus for 1 year. I like the 心算. I always can't catch up, so I have to wait for the next one. So he's so fast.